Hello，申请烧鸭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奥斯卡。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甘万兴。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刘宇。我的家乡是安徽泾县，用我的家乡话叫我的名字是刘宇。我的家乡是湖南长沙株洲醴陵，对。然后用我的家乡话叫我的名字就是龚文仙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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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家乡是四川成都，然后用我家乡的话叫我名字的话是奥斯卡。奥斯卡。奥斯卡。那个不是我的名字啊，我没有那个名字。再说一遍。哦。Hockey。Hockey 是什么？我家乡的方言啊 ，Hockey， 猜一下，方位词。方位词。对，这哪个地方呢？我说是下去的意思。下去啊。Hockey 是谁？好了不？啊，好了。下去吃饭好了不是啥意思？下去吃饭好了吗？这有病句吗？有病句啊！下去吃饭吃什么呢？Hockey 吃饭不？吃饭。哈克吃饭，吃饭你要吃饭，你要用成都话说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啊！哈克吃饭，吃啥的哟？啥意思啊？吃啥的哟？吃什么？吃啥啊？下去吃饭吃什么了？嗯，等一下，吃锅巴。啥子？什么？吃锅巴。吃锅巴。吃什么？吃锅巴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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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锅巴，耶哦，厉害！吃锅巴，吃锅巴，嗯，还是吃火锅？吃锅巴，还是吃火锅？吃啊！哈克吃饭吃了啥的？吃锅巴，吃锅巴，还是吃火锅？哇！哈克吃饭吃了啥的？吃锅巴，吃锅巴，这是吃火锅？嗯，我不晓得，我不晓得，我不晓得，结束了吧？不能折磨了，记不住了，记不住啊！啊？啊，那不行。哈克吃饭吃了啥的？吃锅巴，还是吃火锅？我不晓得。好难，就要重新一句。那你搞没？哈克吃饭吃锅巴，啊不是，哈克吃饭吃啥的？吃锅巴还是吃火锅？那你搞没？我要吃串串。哈克吃饭吃啥的？吃锅巴，吃锅巴，吃锅巴还是吃火锅？我不晓得。是啥？是啥游戏啊？我天哪！对啊，这是啥游戏？记忆力游戏。我认输吧，我就搞不懂为什么你们申请烧鹅没有肉。哎，申请烧鹅怎么肉都没有够？烧鹅呢？烧鹅呢？亏我以前还我学校对面还有申请烧鹅，我天天去吃。哦，那些配料就不要了吧，芥末都来了，不要够，等下我吐到这里，你怎么办够？冲鼻子了。好狠啊！我都封闭口水了，阿妈闻一下就会呛，好像绿吧？这啥呀？ Yeah, 这什么玩意儿？墨鱼汁吧？哦，那这个黑芝麻酱肯定，我觉得会不会给他吃？得是先来一点一点。这是一点吗？这就是当水量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甜的，你放心，它只是长得比较丑。觉得这苦瓜，我觉得吃苦瓜对身体好，所以我觉得甘万兴得多吃一点。我希望他身体棒棒点。苦瓜加一片没意思，多加一点。苦甘为乐，有没有这句话？甘苦为乐。哎，我试一下什么味的？你试一下，试一下，苦苦。你有这么大苦瓜，应该不苦。还行吗？那还好，多加一点。那有酸有甜有苦吗？我最讨厌的胡萝卜加一点。哦，这么小都加这个。那芥末呢？芥末在这儿呢。怎么加？哦，真怂，够吧？差不多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怎么样？来吧。要加点水吧，不然炸不动。哎呀。这么恶心，哎呀妈呀，这个颜色，
我的天哪，看来奥斯卡是想跟我干杯呀、啊、不知道。那倒不是、啊、只为你准备的。有雨呢、啊、是不是要干一杯、这个、哎呀、哎呀这个颜色哎呀是那种哎呀哎呀哎呀有点冲鼻子倒吸不吸、这个、像不像那种是吗水泥闻着香吗？我闻一下。嗯，闻着蛮香的其实。啊也不用干吧，也太恐怖了，这么的我给你倒点。就不用干吧，没事我挑战。没有太多了，真的有点多了。那先喝一口。啊你怎么在抖啊高焕新。怎么样快吃个西瓜。一开始闻着还挺香的，然后你喝了第一口，那、啊、有点酸酸的味道。你喝到后面，不知道什么味道，一股反胃。你的声音吗？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他这样吐。因为你真的要吐了。不完了。完了。